曬姜老闆。係，今次咧誒呢個品牌咧，對你嚟講有咩特別嘅意義啊？呢個名字？都是一個人生大事，因為第一次有自己的品牌，所以都是除了音樂之外有另一個途徑去表達自己想表達的一些 message。 籌備了幾耐啊？這個 project 哇，都有半年以上的時間，由想名字，再到設計每一樣東西，再到現在實行的話，其實真的都幾耐的時間。我真的不知道投資了幾位數，點都有六七位吧，我估。但你做老闆，你應該要知係我就係覺得我呢個老闆唔係好盡責，我覺得，因為對於錢嘅我不嬲都唔係好識嘅，即係唔係俾公司就係俾屋企人去睇我啲數啊咁樣。你媽咪會唔會幫你收曬咯？佢就不嬲就覺得佢就都唔係好識嘅，係啊，但係佢盡佢自己能力都會幫我。看下咯。咁啊 ，Eden 啊 ，Low 啊，佢哋都較早前都推出個人品牌啦。你有冇去問佢哋意見或者同佢哋交流㗎？有啊有啊，唔止阿 Low Eden， Mira 嘅所有成員其實我都有問，因為其實佢哋都有做生意嘅經驗。咁有啲成員都會有自己嘅品牌，所以問得嘅我都問曬，係。想問下，嗰個 logo 咧係一個心心，佢其他有冇啲咩特別意思咧？哦，其實佢有另一層意義都係個心心係。你可以當是一個 T 咁樣，係啊，亦都跟住 O 就是 T O 咁樣咯，即係我嘅名咯。有個小希望大家笑。係啊，因為希望大家著嘅時候都開心，係啊。呢個 two 字母係咪成字嘅圖？冇錯，個 two 字就係自己個名啦，個圖字啦，係咯。咁 zero 亦都係一個反璞歸零嘅一個心態咯，係咯。想每個人都有一種跳 zero 嘅過程，係。我覺得係唔一定係99件事，而係99個我覺得人生需要成就嘅一啲嘢，或者係需要成為嘅一啲事情咁樣。所以每個系列都會唔同啊。佢到總之呢個系列到第零嘅時候就結束啦。咁會有諗過去到零嘅時候，咁可能仲冇啊？冇啊！買噶嘛，咁會換啊，或者其他諗法。冇啊，就完噶啦，完噶啦。你覺得係維期咗係幾年可以去到零？我哋有計過，我哋有計過一年之後三個。系列嘅話都有廿年，希望維持到廿年啦咁，係咯，即係我都算係陪大家可以行一齊行呢個人生咁樣。我想問咧，我見你係話有99件事要做啦，咁99就令我哋諗起可能你前參賽全民造星99號會唔會都有關係咧？99呢個數字都係我人生幾重要的一個數字，因為我99年出世。同埋比賽嘅時候又係99號，所以就攞咗99件事咁樣。所以有啲人會問點解唔係100件事，就因為我覺得99會更加有意義多啲，係。咁你嘅 to do list 啦，第一件事係咩？而家 to do list 即係之後其實會有好多㗎，係。我覺得我一定會出一啲關於籃球或者食嘢嘅 topic， 呢個一定。其實有想過開一間餐廳俾阿爸爸嘅，因為佢真係廚師，覺得佢而家呢個年紀都喺一個退休嘅狀態，但係希望佢可以即係都會有一件事令佢好開心咯。佢希望之後可以。咁有冇食過爸爸啲手勢啊？會話最中意爸爸煮啲咩咩食啊？爸爸煮，我爸爸好慘喎！我爸爸以前喺屋企就好少煮嘢食，因為阿媽有病，就不過佢做嘅好多。家常便飯都好吃的，小籠包那些。你的童裝是因為太喜歡小朋友，還是你想立刻生一個人穿？沒說生就生的，這些真的。首先真的很喜歡小朋友，還有我覺得小朋友是一個最，怎麼說呢，他們最簡單的東西就會令他們最快樂，即是小朋友是一個最簡單的一個，大家望到佢，其實即希望大家著我哋嘅衫嘅同時，如果有小朋友嘅話，都可以多啲嘅服裝，留意翻多小朋友嘅快樂，係好簡單嘅。咁貨量會唔會都準備多啲？即因為譬如如果唔夠貨，即係到時啲嘢慘。一定會因應個情況準備翻多啲或者少啲。係啊係啊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你啲兄弟妹有冇折嘅定係？我送俾佢哋嘅，梗係唔會叫佢哋買啦。
係啊係啊，冇錯。會冧 server 嗰啲啊？唔會咁誇張嘅，應該我覺得。好難講喎。試下。Evan 咁啊，翻去問一問佢意見先，我真係冇乜了解呢個情況，暫問一問先，多謝你。呢個 project 係咪你自己送俾嘅日禮物嘅？我冇將佢諗成送接送俾自己嘅禮物，我反而係諗呢個品牌除咗賣衫之外，其實佢每一季都可以幫助到唔同嘅人，係啊，我希望係變成人哋嘅禮物咯，係啊，我冇話冇乜諗係話自己嘅禮物。你係咪開個人演唱會？冇錯，大家都會陸續有自己嘅個人演唱會同埋團體演唱會都好快見面。其實呢個真的要等公司公布，係因為公司十個，但係佢未講人名。哦，係咯係咯，咁就睇下公司點樣公布。本身你之前啲 U C 係有6個人。我就係知有1個嘅，哦 sorry， 我就係知有自己嘅咯，係咯，咁就未知話有邊幾個咁樣。有機會嘅話，一定會請唔同嘅人合作嘅，一定。咁你話請 Kira 嘅兄弟，我諗有機會嘅話，我一定會同佢哋合作嘅，應該都。因為好似話今次開個 show 嘅演唱會，就係可以俾之前嘅 Mira 演唱會優先票。哦，呢個唔係，Mira 演唱會嘅飛就換翻 Mira 嘅演唱會，就換唔到個人，係。我哋好快會有團體演唱會噶啦，所以不過我又唔會話同叫大家退或者換，因為呢個係個人選擇嘅自由。咁我想問好快，你係今年內啊，定係網前嘅明年1月咧？要話演唱會？今年定係下年啊？今年定下年啊？咩演唱會係網前嘅1月啊？應該係。而家唔識答就話。唔係，我真係唔知喎。我都冇了解喎，因為係啊，我都想知喎。公司公布咪得咯。哦，公司公布，公司公布，我都想知啊，真係。咁你個人個演唱會有咩殺手鐧咁，仲要秘密連拎出嚟拍埋啲？我係拉風話。可能想請一啲自己好想請到嘅人。例如小豬啊，小豬。唔知。唔知道大家估下啦，係咯。喺大馬可以邀請佢啊！會見到佢可能，好希望我見到佢。會唔會有出碟嘅打算？出碟冇喎，暫時未有呢個打算。做只歌做好先。你覺得3場夠唔夠啊？係咪應該都要？其實我有幾多場都好好嘅，因為唔係真係唔係一定啊嘛。但你會唔會急住係要出歌？努力緊，係啊係啊，努力緊，因為其實都做好曬。咁樣都出未啊？好快啊，好快啊！咁5月應該有機會同大家見。好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！